完了完了，这个前面一定可以抓三张的十分，你相不相信？哈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OK， 好了，这种后宫有个命特可以进化，对不对？重点我里面还选了冥府，我突然很后悔，我为什么要选冥府？冥府拿到就是完全没屁用，是摸黄而已，不知道有什么用。哎呦，不一定哦，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花死灵术，感觉是摸完可以搭哦。主要打龙还是有一点点优势，因为龙很有可能在前面空过，赞赞！现在十倍的关键的牌都拿到了，巴哈姆特跟宙斯。哇，对方丢下了第一只的海龟，嘿嘿，爱丽丝嘞！欸、我想丢尸魔皇欸，然后骗他攻杀我。啊，没有，算了，不要。我没有死灵术，干嘛丢？好吧，看起来要丢爱丽丝。进化解好了。上啊，爱丽丝！我现在有16/10的宙斯，还有14/13的巴哈姆特，这个数值加起来可是有高达37啊！我需要更多的虫子去死，我才能丢下尸魔王。完了，有点惨。为什么我觉得总觉得丢封神进化就累累的？啊，好吧，我能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我现在可能要考虑得到的是六 PP 我可以做什么？六 PP 很像没牌可以下哎、欸。这也太难了吧！这感觉是什么进化解哥布林就超智障啊！然后直接下明特，感觉也没什么用，把尸魔王丢出去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就藏一个伏笔在这，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尸魔王会爬起来揍人的。No! No! 哥布林王神奇七！哦，对方竟然神奇七撞掉了！啊 ，no 呢？好啦，进化点交换嘛，值得。等等，我还可以丢个福林地。我想要留这种可以一直有效果的，在后期还没有进化点的情况下，他会比较讨厌。突然就觉得有点心慌。哦，洛基！完了，完了。啊、我刚刚死掉的是什么？会叫尸魔王对不对？那边也有可能叫命特，算了算了。这边感觉蛮正常的，就是要福林地去撞掉。空你的福林地，抓紧掉一只哥布林。拜托啊！
刚刚表示他手上有戒草。哇，法布法布纳！法布哎、欸，等等，啊，法布纳其实是全场四点了。哇，也太猛了吧！哦哟，哎哟，我可以拉巴哈出来解，但是这样的攻击会少。OK， 我觉得可以拉巴哈。十四宫的巴哈突然冲出来揍人了，赞哦！不行，他有海龟！哇哇，他有这些东西！糟糕！哦，赫特加上老婆。其实刚刚那边也可以做暗焰千金塞雷斯加封神啊，对方应该也会觉得非常讨厌，因为其实我十 PP 就是要扫巴哈下去，没错。我将军都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想想看哦，其实可以无损换，还是二话不说就巴哈。二话不说就巴哈的话，哎，我想想看哦，巴哈，好了，巴哈，能赢趁现在。等等，还有办法做育婴咒者，强迫得分。有有，这有在那个，也在我的计划计算范围内，就只能这样啊。武功的奥丁。你怎么还有啊？怎么还有啊？我其实我没回合只能下一张，还蛮亏的。其实我这边会进化海龟，感觉海龟就猛猛的。不管啦，不管啦，逼他解我。OK， OK， 有点惨哦，真的有点痛哦。我靠！哎、欸，我现在赢了，对不对？耶！我刚刚差点就死去了。
以上就是我截录出来的精华片段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点个喜欢，也欢迎订阅我，追踪我最新的影片消息咯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